用您手中的祈福卡悬挂在松树爷爷的身旁，把我们温馨的祝福一一传给他。大礼好想老树真了不起，好想老树真了不起，陪伴我读书念歌诗，陪伴我读书念歌诗，无论风吹日打一年过一年，无论风吹日打一年过一年，希望大家拢出头天，因为年久未深来破病，因为年久未深来破病，学校用心保护照顾伊，学校用心保护照顾伊，找到福田基金会来保护，找到福田基金会来保护，带到其他医生来医治，祈求老树搁发新意，祈求老树搁发新意，会当搁活几落百年，会当搁活几落百年。也有两颗龙丝，啊，我们这棵黑松老树已经将近100岁了，哦，因为校友们发现到它的树枝啊，树叶都在干枯。所以就跟学校反映，那学校也不断地寻求管道，后来跟福田树木基金会来申请上守护老树来抢救活动，那他们派了树医团队来会勘，觉得这个珍贵的黑松树种要好好的来守护它，因此针对它的叶振病以及松柴线虫这两种疾病来做诊治，希望能够抢救回来，让它能够永续长青下去。对不起，一年级小朋友蹲下，一年级蹲下。